马背视角解读游牧文明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阿。从今天开始，我给大家讲一讲那些通过库里勒台选举出来的蒙古大汗。那么第一位当然就是成吉思汗，因为库里勒台制度就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创建的。成吉思汗于1206年在鄂难河源召开库里勒台，被贵族们推举为蒙古大汗的。按照蒙古的大扎萨克令，成吉思汗的汗权神圣且合法，顺天应人。感谢大家陪老阿一起用马蹄丈量世界，一个地名一段历史，关注老阿讲历史。